近日，有网友晒最强大脑工作群聊天记录，对话中显示制片人桑杰对于王玉恒上热搜一事直言，这个死人怎么跟着上热搜，引发热议。还有网友发现桑杰还曾回复王一木带电子设备留言，表示带了怎么了，规则可以改写，并表示组 CP 可以提高收视率。今日上午，桑杰发博回应此事，否认发表过该条言论，内部群聊被截图是自己的失职，对于自己的失言已向当事人表示歉意。风波并不是节目的初衷，取证正在进行中。目前桑杰已删掉该条微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